真的不会很厚，你看放出来就知道了，它还有点微透呢。如果你买到米色的话，建议你穿浅色内着在里面就没问题了，放出来正常衣长。它本尊是这样子， QQ 毛， QQ 毛，以前的 QQ 大毛是超厚超厚超热超热的，今年因为台湾也不是那么冷啦，所以你看连我们的 QQ 毛都还薄薄透透的感觉，所以这是大家都可以穿。而且今年的 QQ 毛还帮大家做短袖，它是全高弹的，它是做这种 QQ 针织系列，然后一个很典雅的简单 V 领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那种羊毛扎，就是刺刺痒痒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是完全超级超级软料的感觉。这次的粉红色它算是蜜粉色，你想要微扎想要微放出来其实都很 OK， 它的长度不至于露肚，所以我觉得又是将将好。如果你有纱裙出没的话，它就整个变成小公主咯。而且如果你爱当小公主的，你必定一定要买粉红色，因为这个粉红色的蜜桃粉真的超可爱的。然后呢除了可爱之外，它在这个布料上的线条我觉得更可爱。